在社团里啊，十个里面七个是坏人，三个是好人。在外面呢，有七个是好人，三个是坏人。我是坏人，我准下地狱。那你放心。死都要争个龙头，信不信直接掉头？说。无论是社团也好，中心也好，做龙头有名有利吗？我以为你会一直留在我身边。出去啊，出去！开门啊！是你说要做回正常人，要说到做到。你知不知道你已经越界了？后面有很多人盯着呢。道义有道，找个人上路吧。郑天，给我争！坐呀！起来，大哥！起来啊！